13号呢，央视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公布了春晚创作班底的名单。本以为这事儿就尘埃落定了，但昨天又有媒体爆出说，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宣布加入春晚团队，谁呢？已经连续4年参与春晚，现任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总监的郎昆。轰动全国的大型舞蹈《千手观音》《俏夕阳》和歌舞表演《吉祥三宝》啊，都是由他推出和打造的。不过呢，记者向央视求证此事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表示，名单已经公布了，有谁写得很清楚，那才是官方认可的。至于郎昆是否参加春晚创作，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。